另外呢，我们颠倒过来，刚刚是语音转文字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文字转语音呢？其实这个我有用在真实的案例上面哦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有一个彰化县卫生局。他们的网站上，因为以前他们官网我做的，那现在换人，但是他还是有延续下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网站要提供所谓的什么无障碍服务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些新闻，比如说，我看到这个新闻，点进去，好，那我们往下走，因为如果他是视障的，假设你能够念出来给他听，是不是就比较方便？好，但是你不可能每一则新闻像刚刚一样，每一则新闻他都要录一次。是不是就有点困难？好，那我们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好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国语发音、台语发音？好，不过他现在这个好像有点问题了，但是没关系。实际上我当初就是用这个。那我们把刚刚那一段，刚刚我们找到的那一段在这里。好，这里我们看一下，一二三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我还是喜欢一二三了。放进来，你可以选择男生、女生，我们先听看看，试听一下。放进来，好，试听一下，马上就念出来了。陈玉芝两年前从台北来台南，寄居在朋友家，但因有中度听觉障碍难以就业，于是找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永康就业中心。你看，这样你要听他念还是要听我念？两年前从台北来台南，寄居在朋友家，但因有中度听觉障碍难以就业，女生于是找上劳动。等一下。您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陈玉芝两年前从台北来台南，所以如果你不好意思发音没关系的，我们有虚拟演员好吗？你不觉得他把我们的官方名称念得很顺吗？比那位同仁有没有好一点？这样有没有被比下去的？来，我改过台语买同一在吗？我讲真的，他的台语不是那个直接念出来，就是他有针对，因为我们讲公共台语，不会勾起起来，但是会稍微转一下，对不对？你改看嘛，这里没有英文啊，你要这样英文念不出来。但因有顶多听甲上届难以就业，伊是找生劳动部劳动力发展是分甲人分数应当就业中心。你念你就念袂遐顺，我甲你讲。协助就业，并当作新主管每月补助津贴，但业绩目前伫同行控制稳定就业一年半。就业中心表示，目前政府鼓励失业劳工受雇特定行业从事工作，使员特定行业提供前景，所以失业唔通气馁，做过多过难关。气馁没有啊，这样有没有发现？对不对？他其实有一些特定语，他会在翻呐，也就是说他不是直译啊，他有一些所谓的人工学习的部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你看，还有北回购文读，就是比较什么？我们讲的读音跟那个叫什么音？我们讲的白话，对，就是念诗词的时候那个音又不一样嘛。你了解哈？你看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这一台疫苗了。少年的意干净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便上一前路。你看，这样 OK 吗？但是各位哈，如果你要这个，把它的录音档下载下来，你必须要注册会员啊。我现在没有注册会员，就没有一个下载的那个。
好，如果你有注册的话，就可以有下载，这样了解 ，OK。